我们现在干嘛？你穿这样跳舞。怎么玩啊？就是就把这个拿在手上，他按照他的动作，他就不用那个。哦。太要命了，哇，好羞耻啊。这个一定要保存30年，然后拿出来看。哇，好羞耻啊。黄景瑜也有啊，怎么不放黄景瑜的？哎呦，不是老黄，别晃，你要跳这个动作，要整个动作跟他一样，跟他一样啊。我跟你说，你俩跳来跳来跳去没有我分高，我告诉你。我们就最酷炫的舞团。这个跑龙舞，喂，真漂亮！举手，摆头，再扭。自己一个人。这里是 Killing Part 的 Dance Break。 哎，一个人好疯啊，这我都有点尴尬。Killing， 知道什么是 Killing Part 吗？是啥？来，给我一个抓住别人视线的一个最好的 pose 跟表情。快救我，救我。我不救。我赢了，我星都比你们多。星牙的舞王，星牙路，一般不爱展示，一展示就赢了。玩了，没意思。